放油门，转回去之后再加速，这样子。喂，还要等，等红绿灯有没有？就是平常市区就是这样开车了，这样大家知道了吗？多安全，说多安全有多安全。毕竟不是真的在开车，所以就不会这样子开，还要放掉有没有？要踩刹车放掉。好啦，干嘛这么辛苦？玩个游戏嘛，来报名赛事哦。什么东西？特技演员哎。But it ain't the one for this event. You wanna get in the right car? 来了。The guy won't give up.He's convinced he's a better driver. 上面还有水滴耶。Fact is, he's so confident that if you beat him in his own ride, it's all yours. Let your skills do the talking. 什么？做出15个险象环生的技术？做不到。15个险象环生的技术。Turn around when it is safe to do so. 真的撞到就不叫险象环生了，是不是？这个怎么这么难啊？15个险象环生就是要去冲撞它，要靠很近这样。险象环生一，险象环生二，险象环生三四，有吗？斜出的险象环生，挺而走险。剩余时间有限啊，我们要继续险象环生。真的撞到就不叫险象环生了，是不是？真的撞到就不是险象环生了，不行啊！所以不能撞到人呢。Turn left. 哇，好惊人哦！现在才四个而已，还有好多哦，偏一点，耶！等一下，为什么是小肉身手？为什么刚刚那个不是险象环生？我觉得很恐怖哎。惊人的险象环生就不叫险象环生吗？撞到了就不是险象环生了。还有车吗？还有车吗？赶快出来哦！我还要好多个哎！喂，险象环生！喂，这个有吗？没有，七个而已。靠近，靠近，靠近，逼近！哦呦！撞到了，你还需要再一次？哦，好难哦！这让我十次都弄不出来哦。甩尾他就说甩尾啊，险象环生是要刚好插过别人旁边吧？就是开车插过别人旁边就可以险象环生了，就像这样子。哎呦，撞到就没了，然后速度要够快嘛，对不对？速度够快，插过你的。In 400 meters, turn left. 哇，小肉身手，可恶！小肉身手是有撞到彼此吗？哎哎，都撞死了。不用很快嘛，只要够接近就可以了。那我就不要开这么快，我来逼近你。这样有吗？这样有？太慢了，没有。有，杰出的险象环生。
哎呦，十一个了，十一个了，有希望了，有车就要险象环生一下。还有一分三十秒，杰出的险象环生，剩十一个，十一个了，这个没有办法，剩三个，剩三个，耶！对啊，一定要够快。这个插到了就不行。哎呦，十四个了。哎，刚刚那个没有。哎，差一次。差一次，可恶！再让我有一两台插到的，有插到它。Turn around when it is safe to do so.就差这么一次，擦过你。哎呦呦呦呦！原来是开这里。啊！擦到他的后照镜了。对啊。我不要插到他的后照镜。哎呦！我目前才一次哎，这样过不了的。这些都不算哦。被我终极破坏了，看来这次也没希望了。四个而已，刚刚那个没有吗？没有了，才五个。有啊，有新表情了。刚刚那个不算哦，对面那个啊。我说的都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六个而已，这次没希望了。撞到他了，险象环生八个。啊，要到目的地了，可恶。九个。啊，还要这个差好多哦。好几次都差一点点，对不对？这个好有好有技巧哦。秋风不适合做出这种高难度的事情啊，我就是要尽情的破坏的哦。先从他们中间穿过。连续的险象环生。哎。撞到人家就不行，撞到人家就不险象环生了。In 400 meters, turn left. 我竟然直接撞上去了。你看多险象环生哦！我
又来了，继续。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哎哎，刚刚那个是有插到、哦。车子出来哦，我现在才九个而已。你没事得有摔什么喂？九个而已哎，刚刚那个没有，这个有吧？这个有吧？十一个，可是我要到达终点了。十二个差三个，所以一定要这个。啊，撞到了，差一点点，差一点点，这个一定要。这个怎么没有？哦，有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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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哈！哦，十六个了，够了。啊，终于够了。You killed it. Enjoy the ride. 在黄线上才算，我以为只要插过就算了。我不知道，反正过了。终于总算了，终于对啊，好难，搞成这样，这一台车这么难拿。我只不过想拿几台车而已嘛，何必这样搞我嘞？这个是什么？哦，这个要跑好远哦。真的跑好远，要到这里。为了要拿这一台，感觉好炫哦，它的车头感觉好酷哦。哎呦 ！Turn around when it is safe to do so. 等等等，对啊，那一场我们跑了最多次哦，想不到险象环生是最难的，有这么难吗？要他出现的时候他就很难了。In 400 meters, turn left.等一下，等一下要转弯。Turn left. Turn left. 前面有测速照相。你要去冲刺测速照相。来哟。In 400 meters, turn right. 哦，开始下雨了，可恶！ Turn right. 区间测速失败了。Turn right. 区间测速失败了。Turn left. 这个应该可以挑战一下。一六九，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快要到了，快要到了。等一下就需要拿那个刚刚那一台吧。At the roundabout, take the second exit. 那台叫什么名字我也看不出来，好像有观众打出来。剩一公里。六。一六四，一六点四，
那是型号吗？其实我对车子研究不是很深，应该说，哎、欸、哎、欸，我怎么开到这里来了？怎么开到这里来了？没关系，偷吃布，一样会到。参加，是的。Sweet ride. Sweet. You ain't the one for this event. You want to get in the right car? 要来喽。Alright, this guy has some heat he needs to get rid of before he can race. Set an insane speed on this speed zone to get them off his back, and he's in. 很棒的跑车。达成竞速目标，哎。哦，他是要我到达那个速度，是不是？到了吗？狂冲达人到了吗？呜呼！失控了！哇，这好快哦！哦，这个好有趣哦！这一个。这一个很有趣，这一个很有趣。这个太容易失控，不是失速，就是撞到怪怪的东西了。我就开到哪里去了？开到哪里了？这个车速实在太快了啦，谁平常会在每一次在高那个平常的道路开到300啦？你搞阿贡，哎，要回头。为什么要回头？等一下，是到那个点回头是不是？是吗？我看一下，对耶，到这个点回头，哎，好了，回头了。嗯，我回头了，没时间了，剩余时间不多了，我被撞偏了。歪歪歪歪歪！ Yeah, that was alright, but we don't roll with all right. 可恶 ！Try again, man. 谁知道他不要回头了，还要甩尾嘞？好了，我大概知道了。开得超快的，我看一下 Turn around， 太早回头是不是？什么时候要回头啊？测速照相那边要回头是不是？倒带，对啊，太快了，根本就抓不住，你抓不住我，我抓不住你。Turn around when it is safe to do so. 剩余时间呢？咦，刚刚有取得记录，不能跑出去，是不是要在马路上？哦，这个也不容易，不过蛮爽的。这个这一集
这一次还蛮爽的。它前面是让你加速，然后到黄色的时候是开始测速，你要在那个区间之内到达274，好像是这样，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开始了。撞到了，我们再倒退一点好了，不然好难开哦。再退一点，这里，好，从这边开始。翻车了，太快了。只要我200多，我冲到300实在不太必要，对不对？那只要我冲200多，我干嘛冲那么快？放慢一点。哦，结束了。Alright, you got skills. 好了，不需要冲太快了，都冲太快了，有没有？太快了。快到不像话！Just got some info about where the driver hangs out。我们现在要去找车，哎，在这附近找车是不是？这么好笑哦，还要找车？好啊，我们就这里去找车。It's on your map. Head over there and challenge him one on one.嘣嘣嘣！撞树了，脱缰的野马。哇，尾翼会动哎！我的天哪！我刚刚一直都没有注意，它这个胚胎的尾翼会动哎，因为刚刚没刹车，所以没注意，还会摇哎。竟然到现在才看到，转过来。不过我觉得跑车不适合在台湾开，因为台湾根本没有路让你开这些车，对不对？结果就变成炫富。去买这些跑车也没有办法飙。Turn right。高速公路最高限速也才一百一而已，你顶多开到120，真的太可怜了。这个随便一加速就超过200。In 400 meters, turn left。我们开始了，我们要找车了。到达管制红圈圈区域，要去哪里找车啊？ Turn left。在这附近吗？ Turn left。在这附近。这一台就是我们的目的。他跑了，你不要跑啊！所以抓住他，他跑掉了，能倒转吗？回来啊！车子回来啊！跑掉了，还是跑掉了。Recalculating route。You have arrived at your destination。到底要跑去哪里呀、啊？
一直在那边绕圈圈。他到底要去哪里？我们的目标车哎，还尬掐哦！你要再跑啦！我应该在正反面的拦截他，对不对？反正他会来。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抓不到哎！他就一直很嚣张在这边绕圈圈。哦，可以了。This is real simple. Win this race. 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可以比赛了，终于可以比了。他终于有斗志了。有斗志再好不过了，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离他好远哦，你去哪里哦？我有氮气加速吗？没有。走啊走走走，我不可能一辈子只玩麦块啊，我也很喜欢玩一些其他游戏。我要超越他还是跟着他吗？他也没讲。等等，开过头了。有尾翼比较会飞。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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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结束了，剩一公里就结束了。哇哦 ！That was close. Give it another shot. 怎么会这种结尾？超帅的！飞在空中的结尾。登获胜数，所以我拿到那一台车了吗？还没有，要重新单挑是不是？真麻烦。他刚刚好像什么都没有讲就开始 PK， 但我不是很了解他要干嘛，所以我现在要去找这一台车。再来 PK 一次。他在哪里？我记得他在这边绕十字哦，是不是这一台啊？哎，出现了，看到了。他为什么故意撞？看到了，我看到了，他会过来这里。哦，来 PK 了，不要跑哦，来了，又来了，嗯，再来一次。撞撞你，把你撞出去。
这样就可以了，是不是？然后保持到终点，终点其实蛮远的、欸。Turn right.我刚才用偷吃步的草地跑法跑过来了，这一段可以冲很快。In 400 meters, turn right. Turn right. Turn right. Keep left.压过花圃，除污英雄。哎、欸，你看，他们一直让我，就是收垃圾车的，有没有？一直转方垃圾。他这里有一个很机车的转弯。Keep right。哦，转掉了，可以冲到终点了。哎呦！哎、欸，要结束了！可恶！哎、欸，我要被人家超越了！倒车！再倒！继续啊！竟然刚刚莫名其妙撞到树，啊，结束了 ！Great work, man. Now you own that. 急速碰碰车。Now he's got a race for pinks. I've added the location to your map. 这样有了吗？我还没拿到这一台车哦。无耻倒带，我们最强的就是倒带。全新欸，还要比第三场哦，这么多场哦。Turn around, 好啊，要比就跟你比。